七七，你的快递。哦。心若满怀梦想，哪里都有阳光。解忧花店。解忧大大又给你送花了，看来是庆祝你成为了花艺师，他还挺关注你的嘛。 他是怎么知道我成为花艺师的？嗯，花还蛮新鲜的嘛。不会吧？ 我在玻璃花房等你，你就不能真诚的面对面跟我说一声谢谢吗？解忧大大，啊？你是不想承认吗？替我保密行吗？哦，那之前的花也是你送我的呀，所以你一直都在帮我。 谢谢。别客气，你不是也在花艺大赛上帮了我吗？咱们俩就算是扯平了。啊？扯平了？这为什么叫扯平了？我帮了你，你帮了我，这是言情剧里男女主角互动模式。扯平？那我之前骂你那么多次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？嗯，我不想展示我的伤疤，也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无能懦弱的样子。你是挺不完美的，你是有缺陷，你不总是勇敢，你也会懦弱，你不总是会有技艺超群的时候。 你也会束手无策，但这才是真正的你。比起花豹和电视里的渤海，我更喜欢我面前这个鲜活的你。还有一句话你说错了，你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收起对你的歪脑筋，什么时候可以成为真正的花艺师？其实，我选择学习花艺，喜欢上花艺。 直到今天成为真正的花艺师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因为你，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。因为你，我不再幼稚，不再任性。因为你。 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。你已经不是我的偶像了，你是我的理想。
朵花开了多少年，才被另一朵看见？开啊开啊，我好像真的爱上了渤海，真正的渤海。夏天里的冰淇淋，冬天的糖炒栗子，酸奶的盖，刚出锅的薯条，虾饺里的虾仁，满嘴的跳跳糖，都比不上。穿过多少黑暗和崎岖，才看到你绽放耀眼美丽。好好工作吧。你是不是说错词了？